一刀式，我们厂六分是人厂的员工，我今天真的要第一个的感谢他们哈、哦，是公司的付出努力，我们员工是最棒的，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员工是最棒最棒的，我的那个团队，哦，啊，因为今年。跟去年都是受到疫情的关系，我们都很少在办那个聚餐，所以对你比较不好意思。可是你们也是很认真的在一起在一个公司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哈、哦。啊，今天因为本来是要在餐厅的，可是又碰到疫情，所以面对在不同的场合。啊，工厂这边。也是今天叫外汇来帮我们准备这些餐饮，真的应该也是办得不错啊。我们就是公司感谢你们这几年来一直的努力，一直的相信，一直的在帮公司服务，非常感谢，很感谢我们的朋友今天来一起来。祝我们的那个尾牙啊，一年的年那个就是要结束了，一年要过去了。希望我们未来的一年是会，业绩会长虹虹，努力的成长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